四十二军的力量啊，要对付的敌人啊，是南朝鲜一军甲美六杰一师。虽然恁的部队伤亡较大，不过恁歼灭敌人3600多人，完成了技术，交予恁伫咧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，粉碎了敌人误会尴尬的企图。我听讲啊，走，伊伫四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，拍落两架敌人的飞机，这是真厉害的啦！这是着敌人志愿军当中大力的宣传啊！恁啊，要派出人来，赶紧备份，甲大家讲者，是怎样将这个敌人的飞机给拍落来？无问题，皮总，我倒去，马上调人进来。哼哼。咱在八军迄个真无胆的军长梁兴初，搁未去倒落啊？到！哈哈，梁兴初啊，那是即阵，我将你拖出去清白，你会感觉委屈袂？不过皮总，袂冤枉，你就是将我这军长撸上，让我去前线提炸药包、炸地面坦克，我能感觉袂冤枉？有看到无？一句话，就试出了你牛大气的本性。骄兵共将，自以为是，把我清白就清白。走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？想完准你破炸药包去炸坦克的啊？讲者，甲大家讲者，你是怎样指挥的？讲啦，明明甲你讲伫个四川，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赢。你就偏要听信谣言，讲有啥物一个乌人团，拖延进攻的时间，放走了敌人，一步抵袂着，步步抵袂着。到底恁全军啊，无法迅速及时的插口隔川，甲巩固你，无法完成战役迂回、斩断敌人后路的任务，予咱规个战果啊，大拍折扣。如果逃走的敌人啊，应该感谢恁三十八军。这不杀之恩啊！哈！三十八军是一个主力军，干嘛呢？和一个美军的乌人团行到安尼，讲你是拍铁出身，一个好将，有影无？我看你是一个粗将，今日向四川插，你为什么唔插？为什么唔插？一个美军的乌人团，甲恁惊做安尼，三十八军是主力军的。皮总，你莫阁骂啊啦！我就骂你啦，走啦！你拍甲无好，我皮你坏，就要骂你刘兴初。若是我皮你坏拍甲无好，你刘兴初也可以骂我皮你坏。耽误战机，我就应该清白你。别行本事无，三毛小姐本事我是有诶，我唔但要清白你。我要揭晓你的烦恼，走！你不能的。我不好，宁静，让我讲一句话，可以讲。皮总，你调第一枪。三十八军确实拍无好，是我林兴初指挥失误。你们个骂我，就算给我枪毙啊！我林兴初无半个唔理。但是皮总，你袂用个安尼骂三十八军呢？佮我袂用个取消我三十八军的烦恼，因为前线的将士，因对得起这个烦恼。一点，我着敢证明。为何山的石头有法为因证明？你搁有面伫遮甲我讲这块石头？哼！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，为后山顶面带路来石头，伊专工啊，将这块石头。上来我的桌顶，
我将伊送予你。刘兴初啊，乃是三三五团的战士，伫咧飞虎山快石头修电队。今仔日，你就免想要离开这，你知影？以后吃饭，就从这块石头，会用个碗来，看一下你这军长对得起啊，对袂起？一挂浴血奋战的战士，怎样？出事啦！不好啊！骂你几句啊，你会死的。皮总，不是暴气。你骂我，我也袂死。我是想起了飞虎山顶牺牲的800万烈士，想起我幺二四师部牺牲的200万战友。你们真对，若不是我刘兴初以我战气，真侪牺牲完全可以避免。别错，我刘兴初无配做38军的军长。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，让我上战线去打敌人。不要坐军长遐容易的，我想要做啦。要提你啊，有要请白你啊？不是你讲的算数，知影？走了。追！听清楚，别动气。林总，莫生气，因家己已经想清楚，这摆无拍好，下一摆一定会努力拍出一个好反体。林永初。牛大器，你表一个态，叫你表一个态。我无明表态，想讲勉强当推啊！你的话，因肯定拢听入去啊。予伊淡薄时间，予因好好阁想一下啦，啊！下面听韩副司令员，由第二战略做战斗部署。各位同志，我即阵传达中央军委甲指使上头的有关第二处战役的部署。毛主席同意了咱的想法，由敌侵入，关门拍狗，甲敌人主力进到青川江以北的山地，建立咱的包围圈，穿插、分割、运动、歼敌，一战铁底，甲因拍残废。